12平米的空间，含有衣帽间，全家人的时尚集中地。衣帽间还留有冰箱空间，并配备了酒柜、吧台，方便取用，享受放松时刻。时尚休闲地柜可拼接组合，读书、画画，营造温馨的亲子空间。不用时，只需要逐一收纳入柜子的分隔中。看，这么多空间瞬间节省出来。现在是学习时间，一大一小两个书台，就是安静的书房，互不打扰。当有客人留宿，只需将书桌收起，放下书柜中隐藏的1.5米的大床，又变出客房空间，让客人倍感舒适体面。